誉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典范。荔波县海事中工创始先驱、水族烈士邓恩铭的故乡，追求革命真理，他的精神在荔波大地上渗透生长，积淀着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文底蕴。千年沉寂，一朝梦醒，荔波的绝世之美已缓缓揭开他神秘的面纱，等待着与你的浪漫邂逅。荔波是世界遗产地，地球绿宝石。我们欢迎全国的电视观众到荔波观光、旅游、休闲、度假、做客。祝全国的农民朋友元宵节快乐！前线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《乡村大世界》春到新农村特别节目的现场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荔波县的荔波古镇。那今天呢，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。没错，这个俗话说得好，没出正月就是节。那么就借着我手里的这坛酒，还有刚才我们那首酒歌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，好运长长久久。哎，这个拜得好。那接下来该我了哈，我也带了好吃的了。大家知道哈，这元宵节呢，北方人爱吃什么呀？元宵。元宵。南方人爱吃这汤圆。那来到荔波，我带的自然就是咱荔波的汤圆。那在这里呢，也要祝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度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，阖家团团圆圆，爱情花好月圆。说得太好，哎，你们两个说的都特别好，下边该到我了啊，慧荣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我们两个人带的都是正经的年货，实在。你看你举一个灯笼，你这也不能吃，你这人没文化真可怕。元宵节又叫什么节呀？灯节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这个灯是有着很深刻的寓意的。嗯，啊，你给说说。这个，而且在我们这个荔波这里啊，我们少数民族特别讲究是除夕的火，十五的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，你处处都离不开灯。你看我们过节的时候，家家户户，包括我们这个荔波古镇，是不是张灯结彩？那倒是。哎，其实呢，来到咱们美丽的荔波呀，我觉得有两个词语可以精准地概括我们这里。嗯，你们俩人知道是什么吗？还真不是两个词语，应该是两句话。好，你说说。应该是世界遗产地，地球绿宝石。哎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两个词写得多好啊。嗯，遗产地，绿宝石，光通过这两个词，我们就可以对荔波的山川美景、美好的文化展开一幅美好的画卷的想象，特别美，特别美。咱们荔波人，天天生活在如此诗情画意的环境当中，人在画中游，咱们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？你们的幸福指数太高了。来，前排的小姑娘们，灿烂的给我们笑一个。哎，你看那小姑娘笑得多开心啊！接下来就有一位歌手，他的这个名字
其实就可以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你第一次来荔波的那种感觉。即使萍水相逢，你来到荔波之后也会有一种甘之如饴般的感觉。真是诗情画意啊，到底是谁啊？哎，掌声有请我们著名歌手甘萍为大家演唱。有请荔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今天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好好的为你们唱歌。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。我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好事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，哦，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？还想看一看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哎，李冰，刚才你们说甘萍的名字可以用来形容第一次来荔波的感觉，没错。那我觉得我的名字也有讲究哦。你看，我叫路遥啊，有一句话叫"路遥知马力"，我就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开足马力，勇往直前。哎，但我觉得你的名字不仅能够拜年，而且呢，还能够引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目。引节目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路遥，有个遥字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那你知道咱们这个荔波呢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，有这个布依族啊、水族啊、苗族和瑶族。我知道了，你又知道了。猴鼓舞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猴鼓舞，哎，有热闹呀，那个。这个太好了啊！哎，你看这个去年是猴年。今年呢是鸡年，哎，这个咱们辞旧迎新嘛，猴鼓舞、咱们来个猴。但是你还是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啊。哦，还有别的讲究。当然了，据说是瑶族的祖先哦，在一次大迁徙当中呢遇到了战乱，你知道最后是谁来帮他们呢？不会是猴吧？还真就是猴。哦、哎呦，我告诉你，这猴群啊帮助他们击败了敌人，而且还帮助他们走进了深山，找到了现在这样一片好山好水的定居地。所以呢，这个瑶族人为了感谢猴啊，他们也非常尊重猴啊，就模仿了猴子们的这种各色的这种古灵精怪的动作，编创了特别有意思的猴鼓舞。这个舞的来历听着挺有意思、不知道跳起来是什么样子。那当然是更加的热闹精彩了，掌声响起，有请猴鼓舞。
真够热闹的。来来来，这位小伙子留步留步留步，来。这么多舞蹈演员，你为什么把这位帅哥留下呢？是不是长得帅吗？好，那在这里祝福你们两个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哈。你想啊，咱们来荔波啊，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又具有民族风情，又具有地域文化特色，不得带点土特产回去啊？你让大家听听你说那像话吗？怎么能把人说成是土特产呢？啊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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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个喘气还没说完啊！你想想，傅玉龙，这么大老远的，咱都跋山涉水过来了，你要是在这舞台上能把这猴鼓舞学回去，那是什么感觉？说到我心坎里去，对不对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呀一直有个梦想，希望自己能跨界，未来演一演这个电影啊电视剧。你看，如果《西游记》将来再翻拍，说不准我演那猪八戒，我减减肥，我就能演孙悟空，你演白骨精，多好，是吧？好，我要学会了这猴鼓舞，将来我不光演孙悟空，我还在那个电影里边必须把猴鼓舞跳了。他叫六小龄童，我傅玉龙就改成叫玉小玲珑。你还别说，这名儿也能火呀！对呀、啊，那赶紧就教我们这玉小玲珑来几招吧，小伙。你听听我用六小龄童孙猴的声音问问你啊，哈哈，小伙子能不能教教俺老孙呢？你看，可以可以，来教教我猴鼓舞看。呵，哎，这个平时得练几把。好了，好，可以可以，谢谢小伙子啊，看看我们这徒弟怎么样。不知不觉中，这个现出了原形。谢谢你，谢谢小伙子啊，谢谢。哎，有时间再跟你好好学猴鼓舞啊！你看似简单，其实我都听到了，小伙子站在我们俩中间，跳了那个舞，喘气，就是很累，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但是呢，我能感觉到我们瑶族的舞蹈这种魅力。那当然了，说到这个魅力，有魅力的还多着呢。就说说咱们这个啊，荔波最久负盛名的小七孔景区吧。咱们这个荔波的各族朋友都相聚在那里了，而且呢，咱们这爱热闹的草帽姐和草帽姐夫也去了。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也得去看看？走，咱们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景区，我们好高兴呢、啊，跟咱们这里的一看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们一起过元宵节。今天呢，我们也特意请来一位我们漂亮的妹妹导游，欢迎爽妹啦！哎，我想问一下爽妹，这刚才那个牛是什么舞蹈来着？那是我们水族的脚鼓舞。脚鼓舞，因为牛呢是农耕劳动时候重要的生产工具，脚鼓舞就是以跳舞的形式来歌颂牛，表达爱牛的心情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小伙子跳得非常好，我就看你跳得好，那个真带劲，那个。能不能在胳膊肘子不能往外拐？咋的了？人家带劲，我咔咔跟他跳，我咔咔跳，我不带劲呢。跳那叫舞蹈吗？你就甩成荤油了都。那甩油舞。什么甩油？别着急，下面还有表现的机会。谁呀？节目还更精彩。什么舞蹈？文当母。文当母可以当保姆。
好呀？啥是孩子啊？哎呀，这么大了，原来是大人。脸怎么在肚皮上呢？王宝杰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文当母啊。文当母就是矮人母的意思。我还以为是保姆呢，还。这为什么就是这个脸在肚子上？这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个其实是我们布依族人民祈求平安的一种方式，在肚皮上画上夸张的五官，下身穿着徒步的衣服，然后让当孩子们到田边去嬉戏打闹，驱赶辟邪。文当母就是这么来的。哎呀，我看见他们跳这个矮人舞，就想起咱家孩子了，你是不是？应该把孩子带到这边来长长见识的。彤彤姐，彤彤姐夫，别着急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。是吗？对，马上开始。那还等啥呢？快点呀！这我媳妇儿，你媳妇儿啊？你媳妇你不会打我吧？我不会打你，都刚才你摔疼不疼？不疼。对你的惩罚，这是我对他太热情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太喜欢我了，你什么的？你往后点，他喜欢我能怎么着了你？你怎么你什么情况你？人家打陀螺的，你不服是不是？这陀螺谁不会打呀？我在我们村陀螺王，你不知道吗？哎、你是陀螺，可不要吹破了呀！我们姚山乡的男女老少都会打陀螺。哦，从正月初一开始啊，那个陀螺大赛拉开序幕以后，直到正月十五才能赛出当年的姚山陀螺明星呢。PK 一下吧 ！PK 一下吧 ！PK， 不行，你不行啊！我要让我的徒弟跟你来。吹牛吧！徒弟上来。啊，徒弟。哇！你的徒弟长得那么有个性啊！来，怎么破壳？来开始！哎呀妈呀！哎，这样就起来了呀！对，就这样了，你行吗？非常简单，我跟你说。加油，老公！哎！啊！人才吧？可以呀、啊，快打下，打下，打下的。继续。冲！继续。别！草帽姐、超哥啊，来到我们荔波，一定不能错过我们布衣十三坊。十三坊是什么组合？哦，知道了，跟女子十二坊差不多吧？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嘞，走了，走了。哦，是了，您看一下，哎，这么漂亮啊！对，这里呢是竹编坊，您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阿凡提，是吧？草帽姐，您看这个是我们那个布依族的在织衣服呢。这也是布的，最好看，全竹。来，这边还有呢，这边还有。对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俺们家也有这个。编花篮，编个花篮上南山，上南山上来看看去。原来是织布坊，我们那也有，我也会。那你们去试试吧。来来，我试试。老公，我给你织衣服哈。进去了。你刚起来，我织布。你这不叫织布，你这做布吧？体验一下怎么样？非常的难。来，这边是烧头坊。这个要上釉的，这个还没上釉。这个就好比你那个化完妆了。这没化妆之前，知道吗？你能不能说点人话？对。咱们后边还有很多坊呢，咱们上那边看去。还有酿酒的呀，很多呢。咱们酿酒的，你的酒来了。我不喝酒，我一般我带点给我丈母丁喝。咱们过去看看吧。您秀水，看一下。
在小七孔古桥还流传着一句吉祥话，桥上走一走，幸福长长久久，但是一定要牵着爱人的手，不能单独走，所以曹茂姐决定牵着老公走一走这穿越近200年的古桥。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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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、啊、你小心。啥酒这是？叫酒。窖酒，窖酒就是我们本地做的土酒，任南米酒的做了窖了20年的酒。20年，埋在地下20年了，怎么不会整两菜？对，给你点豆腐吃是呗？哎，辣吗？辣吗？它这个酒有点香油的味儿，香油，尝尝。这个整点青梅酒吧。不一样嘛，青梅酒就是那个梅花结果子，然后酿成的酒。我们当地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喝酒就要喝青梅酒，干杯要说秀秀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青梅酒就是青梅竹马的意思。哎，这也是酒吗？这个是酒，这个是土酒，就是刚做。那个，这个我就不喝了，这个我这就抱走就行了。谢谢。品尝过风味独特的窖酒和青梅酒，曹茂姐与老公又欣赏了布依族特有的绘画、剪纸和书法。这不，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吸引住了曹茂姐夫的视线。这字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我念你听啊。你给我念一遍。我比较有学问。忠厚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。这翻译成土话怎么说？翻译成现在最流行的词儿啊，对，就是吉年大吉。你好，又猜是这个意思吗？猜了。这一共有13坊了，我感觉还少了。咱们那边还有一个蜡染坊呢，还没去，在那边。哎，我要去看看。蜡染在布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因村寨依山傍水，妇女们都用活水漂洗染布，全家人的服装也都是他们自己织、自己染、自己缝，合身又得体，民族的文化就在这蓝白之间代代相传。跟随草帽姐夫妇的脚步，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对荔波的民族风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？不妨在节假日来山清水秀的小七孔景区体验一下吧。荔波这里是民族风情是五彩斑斓，当然了，这个小七孔的美景也实在是太美了。我昨天正好去过，哎呀，我现在想想，那个拱形的桥洞和这个水中的倒影是相辅相成，就像那一轮轮的明月，令人流连忘返。一波相思情荡漾在湖面上，水中月亮是你迷人的脸庞，美丽的姑娘给我太多幻想，她似水的柔情弥漫了我的心房。姑娘啊姑娘，最美的月亮，每晚我都守，每每把你欣赏，多么希望你能给我一对船桨，让我陪你劈波斩浪，化解爱的梦想。哦，我亲爱的姑娘，最美的月亮，哦，亲爱的姑娘，好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太热情了，那个都不认识我啊，那个介绍一下，我叫关东阿宝，今年30岁，
常言道三十而立，哎，也该到成家的年龄了。我父母总逼着我说赶紧找对象，而且还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就是告诉我今年过年必须得把对象领回去。哎呀，我这是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了。今天是正月十五，哎，正好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，说长得还挺漂亮，绝对是贤妻良母型的。我琢磨着头一次见面，我说浪漫点，吃点西餐，完了一会儿来，大伙儿帮我把把关。你们要是觉得行，咳嗽一声就行啊，那个别忘了咳嗽一声就行啊。哎，妥了妥了，这点我估计应该快到了，这点。来，大妹子，那个是王哥介绍来的不？是。那个怎么称呼？我叫四玉。什么意思？如花是我姐，我叫四玉。你姐如花长得好看，来那个让大伙儿认识一下来。那个绝对行不行？那哎妈，这帮孩子咳嗽挺严重啊。大妹子，坐。哎呀，家住哪儿啊？我家离小七孔不远。哦，离小七孔不远，那不远是多远啊？也就800多公里吧。那还真不远啊。那个咋来的？坐飞机。哦，我也坐不起呀、啊哎。现在不都讲究低碳出行吗？对，我开车来的。开车能算低碳？那你看你还不信，大哥，我这车我都带来了，那咋能不信呢？你这看我这车。哎呦，底盘满满的呀。妈，这车不错呀。你看看我就是开车来的。哎呀，行，拐弯走。好了，大卫，你就行了，你就说你走来得了呗。哎呀，开车来的。那个今年贵庚啊？23了。20就有3个孩子了。大哥，你给我俩崩坑呢。那我要说1十有8，我10岁还得有8个孩子。开玩笑。那个家几口人啊？我家4口人。都谁呀、啊？我爸、我妈、我还有个弟弟。这不3口吗？4口呢？看我爸、我妈、我还有个弟弟。3口吗？不对，什么玩意儿不对？你看我，你查查，你妈、你弟弟3口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不没算我爸呢吗？你要算我爸，我们家不就4口了吗？啊，我没算你爸，我要算你爸，你家就4口。那我算他爸。这干啥，大妹子？城里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。农村倒退滑，人心更复杂。我跟你说，大哥，你说话，开玩笑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看你真不咋地。服务员，点餐。哎呀，你去一去。哎妈，这服务员翩翩起舞的呢。你好，先生女士啊，两位请问吃点什么？来，大妹子你来。来吧，大哥，我也不会。女士优先，别客气，来随便点。随便点吗？随便点，来。这玩意儿不用，给我烤俩羊腰子，10个筋皮子，5个鸡爪子，2个猪蹄子，2头大蒜，1碗疙瘩汤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这里是西餐厅，你要的东西我们这儿没有。那你给我盛碗大米粥，越稀越好。那行了，你还是来白开水吧，你这整的太稀了。西餐呢不是那么点的，大妹子啊，给我来2份披萨。好的。2份牛排。好的。1份水果沙拉，再给我来瓶红酒。好的，先生。OK。能吃了。稍等。来。哎呀，这服务员真有特色。那个大妹子平时喜欢逛街不？逛啥街呀？我们那就赶个集。哦，赶集是吧？赶集都喜欢买点啥呀？买点鸡崽子、鸭崽子，抓点猪羔子，回家倒秋一卖，挣俩钱。哦，这是正经过日人家。哎呀，酒来了哈。你好，先生。嗯，这个酒为您打开吗？开。哎妈，这服务员这么有范儿。来，大妹子，那个初次见面，小酌一点。大妹子喝不了酒。嗯，你别给大妹喝多了，愿意开玩笑。不是，大哥不喝酒也开玩笑。我怕我这一喝多了把持不住。没事，大哥能把持住。来，行，大妹子一喝完脸都红了，你看头次见面你好这么大妹这么生性吗？哎呀，你好，先生女士，您的餐好了。哎呀，挺快哈。哎呀，来，还挺丰盛的呢。妥，哇，阿妹请慢用。 OK。 哎呀吧，大妹子，你这是卖猪肉出身的？吃西餐还用筷子啊？拿来得了。
哎呀，你那筷子挺干净，到你那么一整更完了。你这个咋整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事成双。不行，大哥，我这一喝多了把持不住了，还。没事，大哥能把持住。来来来来来，实在。好事成双，来。哎呦！啊！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过来。我敬你一杯。大梅，这酒劲儿这么大吗？不行，我上劲儿了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，啥也别说了，来。哎呀妈，太猛了！大梅子，我跟你说，这西餐厅你得赔呀。服务员呢？行，好了好了，处理一下子。大哥，我说咱俩换两拳呗。这怎么的？换两拳？我不会换拳。我们东北的换拳。会哥俩好，会不会？不会呀、啊。我教你来啊。哥俩好啊，五魁首啊，六六六啊，八匹马呀！大哥，你给我石头剪子布呢？不是，你看我都说了我不会。那你给我唱首歌。不是那个。玩点气氛。那个唱歌，你看这西餐厅就别打人别人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还什么玩意儿？我行不行？你大哥，我这辈子就两样不行。哪两样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大哥，我看你就根本不行。谁呀、啊？拉倒吧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下去找个大哥陪我玩一会儿。你这一点不行。你找谁玩？你这喝点酒，我就说你这酒风不好。哎呀，这个帅哥比较帅。这个。您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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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这位领导先起来点，给我们两口子让点地上。你让领导起来，那我说大哥大换两拳呗。不是，领导真不会划拳。那你给妹子唱首歌。你唱啥都行。你这不难为人领导呢吗？不会，妹子给你唱啊。这妹子会唱的多啊，你瞅着我的眼神就行啊。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哎呀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，他说爱我的唇，你干啥呢？你这是？我这亲个嘴啥的？你亲什么嘴？亲？亲不亲？站站快！为啥不让我亲呢？他为啥不让你亲？你看看，你马上就成我媳妇了，那随便能亲吗？其实我也想试试你在不在乎我。哎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也是农村孩子。农村的？从小我父母把我拉扯长大，供我上大学，我没有别的愿望，就是想把学到的知识回报给农村，让我家乡脱贫致富奔小康。好孩子。其实，还好孩子，其实我找对象就两点要求。哪两点？心地善良，心地善良。第二点就必须得有一手农村的致富绝活。哎呀妈，大哥，那你总算找到人了。嗯，这么多年我在家没干别的，干的就是科学养殖、科学致富。哦，怎么的？那我栽那土豆子不像化肥的啊，豆球都长这个，那真不小啊。我养的小溜达鸡儿就是笨鸡呗，上山吃虫子，纯绿色的、啊，那过年过节都疯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哥，咱俩要能在一起过日子，那日子过得。老好了，我就怕挨打，主要我是你的人了。好了，大妹子，那个这么的，我打个电话，你别激动啊。那个，哎，爸呀，那个今天是正月十五啊，今天把对象给你领回去啊，给你找着一个既能干又孝顺的好儿媳妇儿。妥了，等我马上就回去啊。大妹子，跟哥回家，走走。哎哎，大哥，你单还没买呢，大哥。通过他们刚才的表演，大家的反应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哎，李冰啊，荔波呢，主要是有这个龟族、苗族、水族、瑶族，是我们四大少数民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嗯。他们当中，哪个民族最不好惹？还有不好惹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那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。啊。布依族。为什么呀？你看有一个词儿就说不依不饶。嗨，哎呦，我可算是知道了。你以后到这儿说话办事你得注意。千万别乱说啊！人家布依族的小伙姑娘热情着呢，特别的亲切。热情吗？我没听到啊。热不热情啊？热情。好好让她感受感受布依族的热情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这布依族的年轻男女们谈恋爱的时候哈、啊，还特别喜欢以歌传情。哦，唱情歌。就这种形式，还有一个名字，
叫鼓油。好了，我一句都没听懂，给我解释解释，刚才唱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首《布依族的山歌》呢，就是在男女青年在谈恋爱的时候啊，就以歌传情，以歌传情。哎，但是为什么传情就传情，还拿个鞋垫呢？我唱得了啊，他愿意了，送我的定情物。哦，定情物。定情物，这是、那个能不能教教我来那么一句啊？可以啊。啊，在布依族里面啊，如果要找到老婆的话啊，首先得会第一句这一句话。第一句，嗯啊。哦，想在布依族找老婆，这一句最关键。对。这太有特点了啊！其实我学这个还真不是我的强项啊。来，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草帽姐，草帽姐夫，有请啊！李波的好朋友，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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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草帽跟这个她老公李超，嗯，啊，两个人歌唱的好，很专业，对吧？这这，你教教草帽姐夫。哎，好，就刚才我那个，就别叫了啊。古卖梦，梦卖古卖啊。第一句，然后呢，寒江水一进来到闹谁勾拉好你。你太小看李超了，你不用教他歌词，他基本上你唱他就能学下来。哦、好的，好吧，龙哥了解我。对，来吧。比较有。整成赵四了，你看，我都唱抽了，你看，学会了吗？我要想学会，有一个法宝，拿着鞋垫开始。我怕新的，你垫过了吗？没没没，它有味儿呢，你闻一下。来，挺好，香港的，来一句啊。怎么让这样的人上来互动嘛？这鞋垫哪臭啊？你闻去呢？你应该这么唱：鞋垫有点味儿啊！你闹的不？
还是让我们这个布依族的美女来浇草帽吧。但是我觉得您这样那个嫌弃我的鞋垫儿，你可能在布依族就找不到女朋友的啊。我叫草帽姐，好，我们俩来一句吧啊，看看能不能对。耶的快乐乐翻啊的乐见乐翻呀。非常好啊。天哪天哪，快唱。哎呀。如果你最后再加一句唱，刚才这个模仿的环节就完美了，最后都唱完了。今年大吉一年了吧、啊、再次掌声感谢两位吧，谢谢。草帽，你们夫妻两个人到咱们荔波了啊、嗯、得通过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给大家带来你们的问候和祝福，好不好？好啊、嗯、老公咱俩唱个啥？听你的。我听龙哥的。好，他们俩这个好歌太多了，而且呢体现夫妻那种甜情蜜意的，选一首。好，那我们就唱《我们是夫妻》。那边。哦，这边。我们是夫妻。来，掌声欢迎。谢谢大家。那这首我们两口子的一首新歌《我们是夫妻》，送给荔波的朋友们，祝愿你们都够幸福一辈子。谢谢大家。烧不了家常里短，油盐和柴米。那锅碗瓢盆枕头酸脑统统不多余，你张罗家务事我忙着装家底，你的汗水我的汗水洒落点点滴滴。既像是夫妻虽然在一起，饿了给你做饭，菜冷了给你织毛衣，你容了我的心思，我忍了你的脾气，这个月费我们俩要好好珍惜。呀咿呀呀咿呀呀，这个家庭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，今生是夫妻恩爱在一起，今生是夫妻好好来珍惜，今生是夫妻天天在一起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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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那个要给他一个人送掌声的话，还是把这一个人先留下吧。草帽姐夫，你俩今生是夫妻，稍微分开一下可不可以？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媳妇我借用一下你媳妇儿可不可以？现在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送给草帽姐夫。啊，不带这样的啊！谢谢大家，元宵节快乐。草帽姐哈，对荔波是什么印象？我发现咱们荔波呀，山好水好人更好。哎呀，活脱脱一荔波形象代言人呐。哎，你知道吗、啊、今天呀我特地专门去了一趟大土村，哎、哦、跟那里的老乡过了元宵节、嗯、热不热闹？热闹。有没有吃好吃的？哎呀，吃了好多的那个酸菜鱼呀、啊、酸菜牛肉啊，还有好多那个什么、哎、好多的好吃的呢。娘在，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元宵节好。他们在吹那个芦笙吗？这么大的芦笙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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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咱们的大土苗寨吧？是是是，听说你来以后，我们整个寨子的老老少少都在这里欢迎你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呢、啊？苗族同胞对这个贵客的到来表达对你的最大的尊重。这是给我喝的、啊、你喝的吧、啊、你喝、哦、我喝点、啊、都是五年以上的窖酒。嗯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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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走。好好好好啊，
哎，干嘛呢这是？干嘛呢？这是得吓死我了！天哪，喝酒，还要喝酒？这个啊。我发现咱们苗族同胞啊，老乡啊，真是太热情了。一个生态最好，你看不看？是不是？民族风情最淳朴。对，是的。而乡情最浓厚。是的。等一下，你到里面去体验体验一下，好吗？那还等啥呢？赶紧去啊！那是。走，走吧。我们苗族酸汤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气候啊比较潮湿，买了这么新鲜的肉啊，通过加工成酸汤以后呢，它放的时间就长一点。哦，我看还有辣椒，有酸汤，应该是酸辣味的，可以吗？这什么肉？牛肉。那就是牛肉酸汤了。对，还能做成什么酸汤？它可以做很多的，可以到猪手做的。酸汤泥到排骨啊，这个都可以做。一会把它端到广场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对，你好，哇，你在做什么菜？我现在在做的是鱼包韭菜。我只见到鱼，没有韭菜呀。韭菜在鱼的肚子里面，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。哇，韭菜，这就是韭菜。对。哎，我们这里称韭菜可以叫做场面菜。我们煮这个菜呢，就表示年年有余、长长久久的意思。哦，这个意思。那一会是不是也把它端到广场上，大家一起品尝？肯定的，等一下要送过去。太好了，一会见。草帽姐又试吃了独具特色的酸牛肉，瞧着一口接一口的架势，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口水直流了呢？与此同时，伴随着欢快的芦笙舞，一场200号人的长桌宴也在大土苗寨的村广场铺展开来。哎，潘大哥呀，你不说是什么长桌宴吗？我怎么看着这好像是个圈啊？因为是元宵节吗？我们就把它圆起来，叫做团团圆圆。那么长桌摆起来就长长久久。好，那就动手吃吧。土村过节的热闹劲儿啊，不用多说了哈，大伙儿都看到了。其实呢，这大土村、荔波古镇都只是荔波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。春到新农村，这个新呢，指的不仅仅是美丽乡村的基础建设，更是咱老百姓的这精神文化生活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，这大土村还有一个名字叫大土苗寨，因为这里呢，还是苗族朋友的聚居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欣赏一段苗族特色节目《木叶与芦笙》。
步留步。刚才啊，这个我为他们这个吹的这个芦笙啊，完全沉浸在里面了，已经激动坏了。哎，到了这个荔波古镇，能够听到这样一个芦笙的这么一个表演，让我们觉得，哎，好像有点穿越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感觉就是，看见他就莫名的有一种亲切感。还不知道为什么是吧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你吧，啊，因为你们都会吹，啊不，我不会吹芦笙。对，你确实不会吹芦笙，但你会吹牛啊。吹，对不对？他们老说我吹牛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来到了我们荔波古镇，我就要摘掉这个吹牛的帽子，是吧？哎，今天你想学点什么，我教你。好好教教他吹牛。啊，不是，说错了。这个我想学学您这个，能教教我吗？可以哈。我能借您的用一下吗？好，太好了。好，这个吹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。嗯，没错。这样吧，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气氛，好不好？您一边吹一边跳，我跟着您学几个动作。好的。别说哈，那个路遥今儿还真不是吹的，你实在是跳得太好嘞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这到家伙看看啊，这手里啊，嘴里是拿着大烟袋哈，这扭着大秧歌，这不活脱脱一妖艳东北老太太吗？哎，那我不能吹了啊。为什么呀？人家吹这个是为了搞对象，对，我吹得跟老太太似的，一会儿老大爷找我来了嘛。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。咱们来这荔波呢，其实也有几天时间了，嗯，确实感受很深。荔波实在是一个太美的地方，嗯，真的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宜居宝地、旅游胜地，更是一个投资高地。没错，而且呢，这还是咱们党的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的故乡，所以这儿也可以是人文福地。说得太好了，嗯，它更是一块充满着希望的土地。李冰啊，其实我觉得呢，有山有水的地方啊，我自己呢，会在内心呢把它分成这个三个级别。哦，还能分成三个级别，怎么分呢？那你这个景色最一般的呢，去了之后可能都不想去拍照。嗯，有这种地方。哎，那中等级别的呢，去了之后，也会拍照，也会发到朋友圈里边分享一下。嗯，那最高等级别的就是去了之后，迫不及待的用相机啊、手机啊记录下所有的那些美景，而且呢，这份美好将终生伴随着我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说的不就是咱们荔波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说的就是咱们美丽的荔波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你看看哈，到了美丽的荔波啊，一到这样的地方，基本上是你把所有的美景都看在眼里，记在镜头当中，还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间。
草徐徐走来，正是春光默默盛开。你往云端慢慢走去，正是夏花等人采。你从桥头徐徐走来，正是酒意浓情常在。你往水上慢慢走去，正是冬梅拥成海。那朵云在茫茫水上，那个人在我的心上。月阳菩萨满倾城月光，偏偏勾起我惆怅啊。
my friends and hang out.哎呀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拉风兄弟啊，太拉风了！你们这表演啊，眼花缭乱。能不能互动一下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，也教我一首绝活，以后我到全国各地，我也给观众朋友们表演表演，行不行？可以，来来来，硬住，把手指往上，硬住，手指往上。好，大家看好了，是我在练绝活啊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我也练成了一个绝活哈、啊。那个，这样，观众朋友们想不想互动一下？想不想？好，那这样，刚才呢，我看我们拉风兄弟组合这位帅哥嘴上叼个这个小钢签，就能把那球转起来，很神奇。其实你们不知道，我跟他们哥俩合作好多次了。他们有个绝活，就是你比如说这足球吧，我要抛到下面，哪个观众您接到之后，您也往高抛，抛过来之后，他能用嘴上叼的那个钢签把球接住。我往中间那个帅哥这边扔啊，孩子们就算了，你们太小扔不高，好吧？谁接到了？来来来，往前来，往前来。你站到我们这个过道这块来，你往高一抛，他就能接到。看看，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有点简单，为什么呢？球太轻了。那个导演还有没有重一点的？来，美女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哎呀，咱们立波姑娘都这么漂亮啊，这个是抛还是地滚球？你们说，抛吧，抛这个也抛，这个我别扔了，咱们自告奋勇，我选一个第一排的第二位那位美女，麻烦您过来给抛一下好不好？来来，往前一点啊，没事啊，好，温柔一点啊，温柔一点。聪明，聪明。那个太大了，我们换个小的要不要？两个同时，一个一个来，这个好吧？
给孩子们一个机会啊！不，我下去，你们都坐好啊，下去坐好。我找一个一位姑娘，一位小帅哥，好不好？看好啊，一定是这样抛，而不是这样扔啊！来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好吧？我们这小帅哥先来，好，一二三，走。好，小美女，哎呀，你这地滚球不行啊，地滚球不行啊，一定要抛过来啊，来，这个小妹妹，来，来，我说三二一，往高抛啊，轻一点啊，来，三二一，走，啊，好不好？太绝了，太绝了，拉风组合兄弟啊，太拉风了！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虽然组合的名字我们会记忆非常深刻了，叫什么？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罗世江，来自贵州。老乡啊，老乡，这边。大家好，我叫门网，来自安徽。好、哦，那这次回家了。见到咱们家里人了，过元宵节，跟家里人送上几句祝福。我这次来到宁波做演出，非常荣幸。然后看见家乡建设越来越美丽，然后我也祝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小妹妹们，在纠正你的发音，说是宁波，不是宁波。好，谢谢拉风兄弟组合，谢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春天已经来临，我们宁波呢也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春天。随着脚步起舞纷飞，跳一曲春天的芭蕾，天使般的容颜最美，轻轻唱想的自己是换了相随，看那天空雪花飘洒这一刻，我们的心紧紧依偎。 春天的芭蕾，幸福的芭农村走进贵州宁波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特别感谢宁波县委、宁波县人民政府、重庆大奥索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今天我们在宁波度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温馨的团圆之夜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扬帆起航。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、农事网官方微博、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再见。